信观世音菩萨，这个世界看不见的东西一定会有的，不管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要想到有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害怕，哪怕生了癌症也要想到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，你们的师父也会救你们的。师父这辈子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念经，都好好的学佛，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成佛。